大早上你要谋杀我呀！你又发什么神经了？我一睁眼看到你在我床上，我当然要叫了。又不是第一次，装什么清楚？说的也是啊。不过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呀？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给你酒里下了药，把你拖进酒店的行吗？哎呀，别开玩笑了。我就记得我喝醉了，然后。 你在开导我？可是我们怎么会？你确定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韩君瑶，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挺善解人意的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啊？ 你有这么多优点啊！因为以前你的眼里啊，只有李彦舒，容不得别人。你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真好看。再好看，你的眼里也只有李彦舒。 韩君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没有李彦舒。 谢谢你的赞美，又不是第一次看见。我，这算是赞美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只是特别诧异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坦然的在我面前穿衣服啊？因为我对自己的身材很自信。哇哈！ 喂，韩君瑶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干嘛不接电话？我为什么要接你的电话？你也没规定你还能出门，知不知道韩叔有多担心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跟我爸说什么了？想知道啊？那你下回一定要第一时间接我电话，听见没？说了，你去筹备我婚礼的事情。什么？ 你要结婚？啊？他们要结婚了？什么时候？哦，原来你和顾星云在一起啊，昨晚。你能不能说话声音小点？现在，林彦舒抓住我把柄了吧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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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呀，这个臭丫头还恼羞成怒的。 林彦舒抓到你的把柄了，干嘛要怪我？就因为你话多。什么？怎么？林彦舒要结婚，你很激动呀？我当然激动了。他们两个人要结婚，我打心眼里高兴啊。他跟景瑜在一起啊？嗯。他们是那种。 没想到，我们一起给他们发信息。
伴娘。韩君阳，你到底同不同意？哎，我知道你人缘差，没想到你这么差呀！你连几个好朋友都没有吗？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！哼，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顾锦云可是已经答应做承泽的伴郎了，所以究竟要不要做我的伴娘呢？你自己考虑清楚，到时候可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啊！怎么样？别老转了，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看的。就是你太胖了，我怕把礼服给撑坏了。什么？我胖？娘，把你们这儿最大码拿给他。哎，你这嫉妒的也太明目张胆了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天生的。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帮忙，到时候你可别哭着来求我传授经验给你哦。哼，你传授给我经验？什么经验啊？撒谎的经验吧？哎呦，跟我耍嘴皮子是吧？顾家那个老太太迟早会找上你的，她手段有多厉害，你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而且顾锦云又是她的心肝宝贝。哎呀，到时候看你还敢不敢跟他耍嘴皮子。他对我好得很，可不像对你那样这么有自信啊。那咱们走着瞧。哎，他会耍什么手段？想知道啦？那你得先告诉我，你跟顾景瑜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什么什么程度啊？没有啊。哎，害羞。哇，李晏叔，你穿婚纱也太好看了吧！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嗯，好看。我还想再试一试其他的款式。韩君啊，我怎么看顾城都怪怪的，他不会得了婚前恐惧症吧？我是好意的提醒你。小心心冷跑了，别乌鸦嘴。你最近和韩俊瑶关系不错。啊，到哪个地步了？什么到哪个地步了？你们现在什么关系？什么什么关系啊？你这小子还会害羞啊？我什么时候害羞了？哎呦，那你说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又说脏话了，这次必须得合影留念一下了。喂，顾少，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什么会啊？你怎么又忘了？今天下午三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关系到咱们公司周年庆活动，董事长也会参加。你要是不想挨骂的话，就赶紧过来吧。我去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我忘记了，我先走了，晚点再联络你啊。